Hello，Hello，hello。 现在在看着这两只猫咪撑伞。啊，看完了，我看他们了，是被闪。需要回去点。溶结晶之地，好，找你们。晚上好，想要当摄影大师。这个才两个条件。不够，什么东西？特地打扮的啊！哦，有一个有花朵的，没有拍到。哇！哇，那这些都不是哎、欸。Oh shit! Oh shit! And。看一下其他的，顺便刷哈。等一下哦，这操作真的是有点麻烦啊！删掉，确认委托。脏器抓耳朵，好。不是脏器啊，鹿山。哎，有问，有惊叹号。
刷耳朵正面尽量放大，正面。把准备好。坐下。坐下。你耳朵很痒，你现在耳朵很痒，快啦，坐下。感觉这只比较会抓呢。真的会抓痒吗？奇怪了。哎，好难哦，不抓痒的，哎，哎呦，上来回。猫咪可以抓吗？不行。快点呐，抓个痒嘛！我们家水狸又在我开台的时候敲我了。一只正面抓耳朵啊，正面比较麻烦呐。这几只应该不算啊。F8，你要做下抓耳朵啊。
几只不算啊，对啊。猎人等级怎么升？就猎魔物啊，拼命去猎啊。你的调查里面如果有狩猎什么什么等魔物，你就去打它。那个任务里面越多魔物，你打完之后经验给越多啊，因为它等于是你打几只魔物给你几倍的经验啊，就这样啊，就这么简单。就比如说你那个调查任务里面有三只魔物，你就去解，然后你打完那三只魔物，你出来之后经验就给很多。反正就是，比如说你打一只魔物是100经验，你那任务里面有三只魔物就给你300经验，以此类推。啊，或者是你要一只一只慢慢打也可以啊，那就是100慢慢加。敢不敢抓羊啊？这不是抓羊啊，这是稳啊。啊，刚刚那只抓过羊了，可是它背面啊。感觉这只不会抓羊耶，我们看这只好了。不会不会，加油。努力练起来。魔物猎人是个好玩的游戏。哎，怎么背对我了？没拍到，你等我一下。啊！我气死。确定了，就这只会抓羊的样子。都换地方抓羊欸，大姐，我在开台，你敲，还在换画面，等要宕机。
结果都会抓痒，我的天！那这只还会再抓一次，换个位置，应该吧？不，你等一下。不是啦。安安，哇，崩溃！这个地方有点远，带热的体毛。这怎么完成啊？这样吗？一直发呆吗？哎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啊，我们先回营地。我看一下哦，雨天，雨天，出发。哦，聊天室嘞，哦这里。先挂着，好、哦。结束。哦，鼻子好痒。好冷，好痒，好冷，好痒。哎呦。没有猫咪的兔安。私营区域，嗯，这个没有哦。完全没有。
哇！哎，我傻眼呢！啊！还是我按错了，我应该要啊不，其实刚刚那张可以，我好像按错位置，哎呀，哎呀，再去一次，等下八点是玩 Happy 手，嗯，好啦，发呆咯。哇，蜂巢鱼骨头。嗯。就你不用急着练等你哇，我要跟你讲一下，你现在就是先推主线，你主线要打过，你等级才会起来，因为。你现在没打主线的话，你的等级是被锁起来的。他主线你要解才会慢慢解开你的等级上限，所以你就算照刚刚我讲的方法去打魔物的话，你也不会升等。不过他会在你的隐藏经验值里面，等你打过主线之后，解开应该说解放之后，你就是一次经验会送你很多。这伪装不好哎、欸。对，懂我意思吗？就是你可能现在你的经验，其实应该说你经验，你等级其实是22等，但是你主线没有打，所以它锁在9等。嗯，相信你应该懂我的意思。那位 YC 还在吗？如果是在的话，刚回答到你这个，因为我那时候就是都乱东打西打，打一大堆，结果主线一打完之后，我等级直接飙高。刚刚其实应该这样子啦，白痴哦，点这个。交货委托，这个才是。日间锻炼，中午69区域，下雨天不是中午。
还是啊，他好像拍过一次就没有了。所以我其实刚刚其实有的，等一下、哦，我进去看看。这里没有，那个区在哪里？哪里？这里。我其实不知道这边在哪里耶，看哪里啊？这边有猫吗？这附近啊，这个啦，找到了啦。现在就是要拼了命往那边跑。真看不到吗？不是特殊的，不要吵，不要吵。Hi guy， 不要吵，要拍照。我们现在要拍的那一只母猫要头上有一朵花才能达到三星的任务，所以要拼命一直刷一直刷。然后我现在才看懂左边不是有个两个脚趾跟三个脚趾吗？两个脚趾好像是主机，三个脚趾是爪痕。